气象局今天发出了豪雨警报，西马巴州、登加楼、吉兰丹、彭亨、玻璃市、吉打、柔佛、霹雳和槟城预计将会持续降雨，一直到这个月20号。气象局对登加楼以及吉兰丹数个地方发出了红色天气警报，预计暴雨将会持续到星期二。气象局是在今天凌晨6:30发布了最新雨势警报，将吉打、霹雳、吉兰丹以及彭亨州部分地区列为橙色警报，而大雨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二。气象局也对玻璃市、吉打、槟城、霹雳和柔佛多个地区发出了黄色警报。登加楼多个地区的民众受促提高警惕，留意当局的指示，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水灾。